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巧克力现在呢是在重庆，我现在要返回四川南充，到达乡下去看我的外婆。我不知道看到她的时候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，因为我外婆不知道我回来了。我还蛮期待我外婆带给我的那种表情的。走吧，现在出发回家。小雨，管他的，到了再说。下雨的时候再换呗。我在回去的路上呢，遇到了我们南充的车友大部队，就是我买车的王哥。这吗？我要跟他回乡下去，是不是？是没等到啦，我走过出来看看是哪个是这个呀？哪头来了嘛？哪个？认不到啥？认不到我走喽？行吧，走了，拜拜。认不到我走了哈。没有哎，我不是为了你路上你担心的嘛一天。我经常给你打电话，哪里没打通啊？你给我打电话了呀？不晓得耶，我得骑车一直。干嘛让骑到我头来不？不，我很可能要下南充。何种下南充？这两天忙得很。你说了你又不太懂，这两天有个活动得打榜。然后每天要播十几个小时。我过几天忙完了，然后我回来待个一周嘛。你能不能往出弄一点？我穿了白鞋嘞。三件衣裳，穿个背心，然后干什么？我说当然难做，你自己往后拖，他磕头在洗衣机上，有人磕头洗衣机上，等他一下洗出来。好久没看过电视了，天哪！也好。每下子我看去七点，看新闻看。酒还痛不哎？酒重不重？就是重那种嘛。脸都是肿的，脸不肿哦，哪不肿这些？脸不肿，肿了，肿，肿，还有肿，手感到处都是肿的，这头上也是。手感没有，我昨天还干不起，这今天干得起了，昨天吃的不？就像吃的是在我原来差多，突然一下回来，有没有吓到起？走哪个回来？前天晚上我回来了，得重庆去有事，跑到重庆去了才，今天才从重庆赶回来的。你担心我啥子哦？我担心你不能跟他们。啥子吉祥话？不是都讲那不理他们那些，今天是别的，今天是你，哎呦，可以了。哎呦，
不要接接啥子？莫催婚，脑壳痛，脑壳痛。我担心你一家人呗，就对了。不着急哈，现在晚婚晚育的太多了，晓得不？比哥好多都是三四十岁了才结婚，那不着急。你不是年轻的很？还年轻哎，我才18岁多。38，每次回家。买什么也是我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，也就只有随便买一点。哎呀，有时间了，再带我二婆去逛逛。没给买啥子？要买啥子啊？我不吃衣服，我都不吃，要吃我都平时15点都吃，我每7、8点吃过一个。我那么大一弄啥子？买几点钟睡？7点多钟，他们就问那个面膜好看的。你这个是稳了，嗯，我跑到10就亏，好多。我回来呢，就是想看一下我外婆惊讶的小表情儿，不想让她从别人口中知道我回来了，所以赶回来的第一时间先来看看她。接下来呢，我是要准备回市区里面，这几天参加打榜活动，如果我在乡下待着呢，会吵到他睡觉，他睡得比较早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准备走了。那个笑脸，这个春天没剪过噶？嗯，我外婆呢是希望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希望我有一辆自己的小车，能够载着他。这一次回来呢，就是会先把小车可能换一个。带我外婆去玩一下，下多少钱？出都不去，要成都去不？不去，出都不去。一个月我去找，眼睛也看不到，人都。不是现在往前挤就来去吗？不挤，去找找他。到时候他过年回来，他回来回来不回都说。我到时候买好了过后再说嘛，可以带你出去浪一圈先。第一个肯定带你坐，好吧。其实有时候我也想给外婆更多的陪伴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必须得工作，我需要养活我的房子，也需要养活我外婆。我怕她哪天生病住院的时候需要，我却拿不出。虽然我有两个舅舅，但是舅舅他们自己家庭都很困难，大部分都靠我支撑着，我只能更加的努力向前奔跑。趁着他这两年身体好，我还能出去走走，等再过两年吧，好好回家陪伴外婆。